咪坐喺中間影多幾張先啦。好，我哋開始訪問先。左手邊嘅，仲有左手邊文字記者嗰邊。多謝，多謝各位記者朋友，多謝。都好似未，仲好激動啊！個內心焗焗跳啊！咁啊，係啊，都仲有啲未平復，因為其實呢個道路真係好漫長。咁其實好似我頭先台上所講，其實我咁多年諗得最多並唔係我點樣攞呢個獎，而係點樣去進步同埋蜕變自己嘅演出，同埋點樣讓人相信我可以唔只係一個喜劇演員咯。因為被一早被定咗框架，其實要打破人哋固有對我嘅演出嘅想法，其實真係唔容易啦。咁我覺得我開始喺呢幾年裡面演嘅電影同埋演嘅正劇開始開闢到一條路出嚟咯。咁好，我要再一次多謝呢部電影嘅導演賈勝峰啦，呢個新晉嘅導演，我反而希望大家可以記住佢嘅名字，系，不过刘华讲错咗个戏名，佢唔知讲咗咩，流水落，讲咗落花流水，我要更正，我哋套戏叫流水落花。不过我觉得系好别具意义嘅，喺华仔手中攞到呢个奖，因为我即系再一次，虽然我讲过，但我都好想再次强调，其实喺电影嘅路途上面，华仔系帮咗我好一大把。一开始演喜剧嘅时候，因为同华仔一齐演咗好多个喜剧，令到我喺电影圈里面有一个好好好嘅开展，一个好好嘅发展。咁所以，今日喺佢手中攞到呢个奖，我真系觉得意义好深重。我要再一次多谢华仔啊，家人又多謝咗，多謝身邊啲朋友。我知道好多朋友今日都好 send message 俾我啦，咁啊好多好朋友，好多主內嘅姊妹啦，咁啊係啦，都好多謝佢哋。我會翻屋企多謝佢啊！我一定會翻屋企，同埋佢今晚整晚都睇電視嘅，同埋由我開始揀衫，由我今日開始整裝，咁佢都一路喺身邊陪住我，同我打氣啦。咁頭先其實都有 send message 嘅，咁啊係啦，所以我唔使喺台啦，我翻屋企會多謝佢，同埋佢應該準備咗一啲我中意食嘅嘢喺屋企啦。咁夜啲翻去食宵夜，我媽都食薯片啦，我而家成個腦都係雜食噶，乜都諗唔到啦。是啊，我左眼見到 grit， 我左眼見到 grit 這個作用，其實可以大家再拍一下戲。因為我上次在 導演協會那裡拿獎，同樣是跟青華一起拿獎，那他說其實見回我，或者現在每一次見到我在電視上面，或者我整個人，他都覺得我有很多很大的不同。那我想這個不同其實對於演戲可能有幫助，那我都非常之期待可以再跟青雲拍戲咯。都可以，其實好多戲種都未試過，同埋我覺得演員去到唔同嘅年紀咧，其實都可以有好唔同嘅發現啦。你而家叫我做翻後生唔得啦，但係去到呢年紀，我覺得又可以做啲比較深、有深層次少少或者內心戲多啲嘅一啲角色咯。咁啊，非常期待啊！咁係啦，係咯，好矮啊！咁又高嗰啲，咁啊，好想食薯片，
成車都係薯片等緊我。係啊，同埋成屋都係嘢食，因為好期待，因為我即費事啦，大場面唔想食薯片，食到個樣腫曬啊嘛，咁所以都唔呢排戒一戒零食先咯。係啊，靚唔靚嗰條裙？H&M 嘅，真噶。邊度？一個啫喎，好門庭冷落啊！得兩個啫喎，三個啫喎，四個。係啊，我都真係好開心。其實又唔係話即係等咗呢個獎好耐，我反而係等自己嘅進步，等自己喺做戲上面嘅蜕變，同埋等別人願意相信我可以。因為真嘅，其實歌星轉去拍戲。即其實歌星好有一個固定的形象的，即要人成日望住你做戲，但要洗走歌星的形象，其實所花的勁是多很多。同埋我歌星即唱了咁多年，其實有時做戲，人哋好容易即代入翻 Sammy 喺個角色裏面。當睇我做戲就每個動作就。誒、哎，佢呢個動作好似 Sammy， 嗰個表情好似 Sammy， 但係如果係一個演員，佢就冇呢種嘅包袱咯。所以我覺得我反而係用好多時間去讓人相信我可以唔係 Sammy 咯，演戲嘅時候。咁我覺得好哦，呢套我都幾滿意，因為我覺得演出啦，以至到成個好素淨嘅裝扮咧，我覺得都唔會似我啩嗰、那個師奶做嘅。但係我覺得其實我覺得有些電影用翻自己嘅特質其實係冇壞，可能將來有些電影係需要再揾你，就是、因為你有 Sammy 呢種特質，咁我咪用咯。所以我覺得未來呢個路向，我唔再害怕似唔似 Sammy， 有陣時需要用我嘅特質嘅。咁我咪用咯，有啲角色唔需要用，我咪唔用咯。好，恭喜曬 Sammy， 我哋咧依家邀請你同今屆嘅